换。啊，打错，有提示哦，直接三选一，太难了啦，啊，有几个提示啊？我要找到他老师干人家，十个三选一可以吗？我刚刚有没有想到选？两个，第二个，二吧，二。不是，你是不是会？你一上去我们就用选，就提示，食物饭。故意的啊！对啊，对啊，那你们讲，我故意。你妹妹的，你可以自己按关门哦。我故意吓你的，太贱了吧！你的特权哦，操！可以自己按关门，特门点话，特门，他好有特权啊！哇，这样哎，吓死了！他是上次第一关就去了，怎么样？热门点播，我想说，热门点播，泡泡，还有呢。这是高爆弄的，做的是再见烟火啦，再见烟火，简单的，再见烟火，再见烟火，那你知道？好，你知道？今天开大屏，我在唱嘛，哎，我是哪一组？我有得主吗？反应跟我们来啊，这是没有现在又缺给反应，上礼拜决赛，持续差到现在，对啊，怎样嘛？我只差一次，来反应我来，来，我不要玩。哇，是他不对。我是好像画面坏了。你不敢看错，而干嘛看错？什么在开放的烟火？我就像烟火，都怕燃烧我。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角落，趁你没回头，趁你已经寂寞，才干嘛分手说的也许他懂得，真心都值得。勇敢的爱还是输给猜测。可是我怎么了？站在了，停在了你的泪光之中，松开手我却那么痛。可你怎么了？坚强着，微笑着，别人说很重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。既然没尽了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。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，让汹涌的温柔随它去自由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。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选择的不是我，我紧紧降落，把我的爱还给爱你的天空。哦，怎么了？再讲一次。哦，的爱环节。我刚刚不是我唱出来吗？还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上一句，上一句吧。还是他以为说你有没有点餐点吗？对啊，他们怎么久？
哎，那个白头发女的，拉着等他。我妈双等，现在双等。拉着你了。小字条。别啊，别进去拉出来就好了。那是可以吗？九零。你毕业生还是你的？应该有你的那一首吧。中国经典台语歌啦。九零。台语歌只有你会唱。台语歌是不会的。李红，曲终人散。曲终人散。曲终人散是台语歌。不是他开的吧？好，你的了。听到这首歌，先想打给死神哦。先把我打给死神。有故事的是吧？有故事哦。没有。你有听过福晋歌可以被他唱给瑞雪的吗？你唱完就可以改。这个红包唱过去。雨桐给你收了。当他记住了你头上的时候。却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但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生活，现在我才能一生的爱中，我变着所有想你说的事。我听过，我不知道，叫做朋友，朋友啊。